行了，你就别蒙球了，有本事把这柚子打进去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毫无波澜，这柚子比蛋糕还大，怎么可能打得进呢？行吧，那我也不为难你。那，你把这些橙子打进去，那我算你厉害。嗯，行吧，那我试试吧。不过你要是打不进去，你可得把这橙子带皮一起吃掉。那我要打进来呢？你打进去了，我吃掉喽。真的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嗯。我的妈呀！萌的萌。一天天的就知道萌。这叫大力出奇迹。又进了。那又怎样？难不住他。等一下，你太能蒙了，所以如果这样你还能打中的话，我就算你牛。我打进来，你把这个柚子皮一起吃了呀？没问题。那就别怪我。